真的很想跟光辉表白，但是万一他拒绝我怎么办？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他的，只要可以答应我，什么都愿意做。你是阿珍对吗？我是你的妈咪。啊？你不会跟他在一起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太多遗憾，我不想再也多一个。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